是眼科的剪刀，外科里面最精细的。用医疗器械来做这种雕刻，好像国内也首次吧。我叫倪明宪，66岁，外科医生20多年。从漳州我们拿到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，我首先根据它球形设计做什么样的造型。所谓雕刻就是说我要把一部分鳞茎切除掉，切除掉底下保留1公分甚至多点，1/2的鳞茎全部要切除，然后一直要切到它中间，把这个鳞茎拿掉。所以这种手术刀你看这个尖头的很锋利，而且伤口很整齐。雕刻到这个程度，把它的叶子全部暴露出来，它叶子切的时候不能碰到中间的花，叶子拿掉1/2，它受伤了，受伤以后形成一个疤痕。所谓疤痕，它这里就不长了，它背后再长，所以中间开刀的叶子都是弯曲的。然后在这个花梗处，上面是花苞，底下是花梗，我们也要叫它受伤，所以这个花也弯曲了，所以这个花全在底下。不开刀的它花到上面去了，我们利用植物的受伤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。茶壶从雕刻到养肤到做制作成品作品是最高难度的，目前为止，因为它要观赏球茎，还要观赏叶子，还要观赏根，它是中间开个口，整个球茎是没有受伤的，开这么小一个口，所以用内窥镜的这样一个器械去做它是再好不过了。从小父亲喜欢雕刻水仙，每年春节前他必须要做的，偶尔有一次我就用我的手术刀去雕刻的，然后从第一个球开始，每年的水仙雕刻任务就是我的。50、60年代、70年代，上海春节每家都要放一盆水仙花，能够把这种上海的这种水仙文化吧，有人传承。我呢想尝试前人没有的，甚至于这种构思大胆的，这就是我对这个水仙包括追求的一个乐趣吧。